让我打三针。你们看到我听7万，他就不会就要打6万。这个麻将是哪有这样教？好，现在4分，恭喜。哇，刚刚连胡3把，我厉害啊！刚刚4-2，只落后2分，哈，好紧张。下一场，门清1分，单调1分，总结2分。今天这牌看得真刺激啊，好刺激哦，4家牌都听了，而且呢刚刚其实那个不是 Liz， 嗯， Liz 的牌我觉得最有机会，258饼，好，258饼，不讲258饼，前面他7饼9饼对倒，没有人抓9饼，其实他可以自摸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出来，都一直没有出现，没有，刚看到牌眼看就糊不掉了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不行啊，他真的转到现场工作人员，哎，结果怪你差点要跪下去。没有没有，他因为14万就不能胡啊，不是，第一个不能胡，第二14万没有了，打光了，打光了，4万就真绝了，来了一个7万，没有了，来了一个7万，宝方的3万还不能胡，对，分数不够。我觉得这刚刚那个牌非常非常好看，是4个人打出来都不能胡，都不能胡，四个人都不可以，对，好，第四场，第五场，在2分拉锯战，2分，加油加油，冠霖加油加油。马上我们来看看4家的牌，先看宝妈。姜果然是老的辣，您可是4条鱼的卫冕者，想必这3个小女生你一定是不放在眼里吧，可不要因为轻敌就让机会给错失了。一起手做个醉色或碰碰，可是易如反掌地把紧张先忘掉，这一局稳着打就能轻松拿下胜利喽。守得好，真是让你加到分。这一局摸上47万47条，来个门清强拎中弄7饼也不错哦。打起精神来，麻将可是很难说的呢。顺手让你摸上搭，清水也可变鸡汤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运喽。好了，来了，二位。谁疯？3万，七包吃，对不起，9万，东风，发财。2分了，很美啊，9万，8饼，吃，气，东风，东风，8万。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，9万，2饼，5饼，哎，不打卡钱。哎，你喊牌了，不打嘞？没有。你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吧？好吧。北风。宝妈今天要表现一下。真的。各位观众。哇。打马国，打马国。哇，你不
非常脏无比。二手。七饼。啊？这个？这个吗？摸了啦！哇哇，又干！哎呦，有了！对了，可以。